在过去的20年中间，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一点呢，这个尤其是说在投资的方领域里面呢，很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个消费互联网这个领域。那么在今天来讲看呢，我们在看投资的机会来讲呢，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所谓消费互联网的这个红利啊，已经不仅是在美国，而是在中国，红利的时代已经开始过去了。那么未来投什么样的公司呢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 5G 的网络，另外一点呢，人工智能，第三呢叫智能制造，第四个领域就是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，最后一个呢就是基因产业。我们过去所做的呢，虽然做得非常好，非常了不起，但是呢，消费互联网的公司呢，基本上服务还是国内的市场。但是我认为呢，像这个 2B 的方面是过去我们忽略了的，而且在这个硬科技的这个发展呢，也可能是我们过去做的不够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我觉得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正好是我们可以要投资那个一个方向，同时呢，也是跟全世界的同行呢进行一个合作的一个更好的机会。因为这种硬科技还有 B2B 这种服务的话呢，它不太带有这个语言呐、文化呀等等方面的这么一些一些限制。